shabby at all. But the fact is, we're moving too fast. Put the thought past me when I got lost insid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舒安，今天想给大家录一期我近期非常爱的一些穿搭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后面都是我今天要拍的一些穿搭，加上我身上这一件，一共有8件衣服，有6件衬衫。就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衬衫，还有2件卫衣。这期录的这些穿搭呢，其实都是还蛮适合9月份、10月份这个时候穿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呢，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件。这件衣服呢是 Jin 他们家的一件白衬衫，它是一个短袖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可能是现在穿会稍微凉一点。这件衣服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什么？其实我是一个肉特别多的人，特别是手臂上，我手臂上特别多的掰掰肉。穿衣服我喜欢扬长避短嘛，我一般都会遮我的手臂，但这种泡泡袖呢很完美的遮盖了这个缺点。而且我并不觉得这个设计，这个泡泡袖是显胖的，还蛮有设计感，很有版型的一件白衬衫。因为白衬衫对我们来说都会比较很职场风，但这件我就完全不会，有一点干练的感觉，还挺名媛风的。其实它这件衣服的款式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这种不规则型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它本来是这个样子。如果单是这样穿，我会觉得，这衣服好像有点土啊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喜欢，就单边塞进去，这样穿呢，直接让你的就时髦度上升了，又会特别显腿长，因为你这边收进去会让整个身形是更加的修长。我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会配个这个 LV 的大饼，比较名媛的感觉。这一身我觉得都还蛮端庄的，所以就特别适合搭这个包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戴的一些首饰，你看我这个 choker 还有耳环都是珍珠的，我觉得非常配这件衣服。正式场合穿这件衣服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，所以搭配珍珠的话会显得整体气质呢会更加提升一点，会显得非常的精致。这是Jin他们家的一件白衬衫裙，但是真的是比较短，所以里面一定要穿那种安全裤也不够，要穿黑色的这种热裤来打一下底。它是一个长袖款，其实也还蛮适合这个季节穿的。然后它的袖子我也很喜欢，就我觉得他们家这一季白衬衫系列它的袖子都是亮点，其实也是很显瘦然后又很有设计感的一件裙子。这件衣服你看它其实没有过多的花纹，它的亮点就在它这个袖口这里，然后它整个这里是宽松的，我也很喜欢穿。它这个裙子的长度它是刚好到大腿根下去一点点的位置，我觉得这个长度加这个袖口就非常的可爱，公主风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半嫩还挺好的，可能刚刚那件衣服还会稍微相对成熟一点，但这件衣服完全不会，非常显小，非常俏皮的一件裙子。我这一身它就是全白，会有一点点单调，我会搭一个帽子。这个渔夫帽呢也是当时我拍 instory 还有发照片的时候很多人问我的一款帽子。其实这个帽子就是淘宝上现在卖的很多啊，到时候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。我觉得这个帽子特别适合这身穿搭，就更加可爱，时髦度会更加上去一点。我还是会搭一个这个包，再搭一双灰地黑色靴子，整个一套不是单单有黑白，还会有 LV 的老花出现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是戴了一个这个蕾丝的，像这个透明塑料的一个耳环，因为这耳环其实它的花纹跟这个蕾丝也是相呼应的，所以搭在一起就会非常的配。我觉得这一套穿搭有点怎么说，有点森女系吗？其实这件衣服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跟一群小姐妹去野餐，去郊游去野餐的时候穿是非常配。然后是不是感觉突然的特别特别的绿，今年就突然特别流行荧光色，特别是荧光绿这个颜色，所以我就跟风买了一件这种衣服。我之前只是想试试看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太适合那么艳丽的颜色，但是穿上身以后我觉得还蛮惊讶的。这些衣服我是在淘宝上买的一家网红店买的，它这个版型还有这个颜色都还蛮好看。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它特别显黑，有两个月亮，一个在胸前一个在后面，它这个是会反光的，就是黑夜里面你就会看到两个月亮在行走，特别的显瘦，有没有？因为它是垂下来的版型，它是 oversize， 然后袖子很长。同样的，我在这件衣服上我也搭配这个渔夫帽，因为我的鞋子配的是一双黑色灰地嘛，帽子和鞋子是呼应的，在荧光色里面还稍微带一点点暗黑风的感觉。我配了一个 Dior 的白色的包，现在都特别流行腋下包，都是这样背嘛，就还挺好看的。之前都是那种斜挎，会担心更加的随意一点，一挎OK 可以走了。
我搭配这个白色包是因为它非常的小巧，这个白色包其实也是呼应这个月亮的颜色，材质不是很厚，还挺薄，很舒服。我觉得1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，很不容易了。就淘宝的好货还是有，大家得多看看。这件衣服就非常的学生党了，我穿这件衣服搭配的一个耳饰是这样的回形针，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它这个是一个不规则的，就这边是稍微短一点，是一个圈圈，然后这边还有个链条会比较长一点，就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整个衣服的风格我就会搭配什么风格的耳环，比如这个风格是有一点暗黑，有一点运动，有一点酷酷的感觉，我一定会搭配就这种不是那么女人味，不是那么名媛风的一种耳环。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件卫衣，然后这件卫衣呢，它是 Gucci 的一件套头卫衣，今年新出这个网球系列，很多人穿都是那件白色的 logo 图案是彩色的，但是我这件是一件粉色，这些 logo 还有网球也都是粉色。其实从远看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一件 Gucci 的衣服，还算是比较低调。其实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版型，你们看还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买？一个是它这个粉色特别的可爱，然后它这个版型更加的可爱，就是同样的它非常显瘦，因为是这种 oversize， 整个人会更加娇小一点。它这个样子你可以这样收拉，这样都可以，这样放下来就会显得没有腿，很单调，所以我就会把一边这样塞到裤子里面去，然后剩下这边哎不规则这样放下来，一个是会显得屁股小一点，然后还有一方面就不会显得腿短，因为它这边拉长了，就腿的线条也是更加修长。然后我今天搭配的是一个骑行裤，这衣服你可以像我这样把头发扎起来，因为披下来会显得好像跟这件衣服风格不是那么的融洽。我在视频当中我是扎了一个揪揪，然后我搭配了一个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大圈圈耳环，因为这个耳环我觉得跟这件衣服的风格也是非常相呼应的。哇，我最近真的是一个粉红女郎，我发现原来对粉红色真的会比较抗拒，因为觉得这个颜色会比较土，这个颜色不太适合我，今年就特别喜欢粉红色了开始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这衣服非常的韩系，我搭配是一个牛仔阔腿裤，我这衣服同样也是把这边收进去这样穿，也是为了拉长腿的线条，使整个比例更加的好看。这衣服是条纹系，然后它的颜色是白色跟粉色配，所以我下面会搭配一条蓝色的牛仔裤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色系给人非常清新清爽的感觉。搭配白色裤子也会很好看，但是白色裤子有个缺点就是非常的显胖。然后这件衣服我同样也会搭配这个 Dior 的这个小包，休闲又不失女人味的一种穿搭，虽然是衬衫但又不会觉得非常的成熟，非常的职业化这个样子，在这个季节还会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搭配吧。这件衣服我觉得你可以就单件这样穿，也可以当个那种衬衫外套穿，同样也会扎一个高马尾，因为这样会显得就比较精神一点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耳饰和项链，项链是一个宝格丽的，它是银色的嘛，所以同样我也会搭配一个银色的一个耳饰。然后这个耳饰其实也非常特别，这是 APM 的，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设计感。这件衣服是 MAJE 的，我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的准确读法是什么，反正它是一个法语吧。我有很多这个牌子衣服，其实这个牌子是我一直还蛮喜欢的，挺法式少女的风格。好了，我现在换了一件衬衫，然后这件呢是 LV 的一件衬衫，是我前几个礼拜在波士顿的 LV 专柜购入的，税后是1500多美金。今年是真的是衬衫的大热，不仅是比较平价的品牌，包括连大牌奢侈品牌也出了非常非常多衬衫。我是去了2次我才决定买这件衬衫的，我第一次去我就觉得好看少看，就觉得花这个钱我都能买一件袄了，为什么买一件衬衫呢？当时就遏制了那个想法。然后第二次我是跟我的两个闺蜜去波士顿的时候，我们又去逛 LV， 然后这件衬衫还是摆在那里，就特别心痒。我说那行吧，那我试一下吧，好像效果还不错，因为我自己感觉还蛮好看的，非常的衬肤色。这个颜色也是我之前的衣服没有过的，又是那种紫红色的感觉。它价格贵是有它的道理的，你看它的整个衣服是满身 logo， 这边是 LV 的经典的棋盘 logo， 然后这个身上是 LV 的满身 logo， 从前到后。可能对于奢侈品来说它值这个价格，面料的话它非常的薄，可能这件衣服大部分人会觉得哎，它不值得购入。如果有人是近期想要购入奢侈品品牌的衣服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件衬衫。这样的衬衫它是不会过时，它是不会淘汰的，因为只要 LV 健在它就健在。然后我是配了一个这个黑色的短裤，
我下面会配一双还是刚刚一直出镜的黑色龟底的鞋，这件衣服的花纹已经很多，比较复杂了，下半身一定要单调为主。然后这件衣服我没有在室外拍摄，我住的这个地方就特别的村嘛，我要拍外景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 modern 非常都市的地方拍，我就找不到那种地方，所以说干脆在家给你们展示一下。我会把头发扎得很高，因为我会觉得这种衬衫然后又是这种老花图案，首先它会显得不那么年轻，会略显成熟，扎起来就会显得人很精神，更加年轻化，更加有活力点吧。我同时搭配的是一个长款的水钻耳环，头发是扎起来的嘛，所以可以佩戴稍微夸张一点的耳饰，而且这个耳饰的风格就比较华丽一点，也很配这个比较华丽的衣服。配这个圆品包，虽然两个都是老花，但是有种莫名的搭配，因为它是一个花纹，所以我觉得就还好，没有那么的复杂，或者搭配黑色的包也可以。就是今天要介绍第三件白衬衫，这件白衬衫也是静他们家的，这条半身裙也是静他们家的。比起衣服我会更喜欢这条裙子，我这条裙子的设计感特别的棒，不会显得胯很宽，然后它这个也是比较不规则型的，这个鞋扣还有这个高低也是不规则型的，还是挺有设计感的。这件衣服是静他们家当时一起寄给我的，我当时看模特穿，哎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看，模特也是这样的一套，但是我收到以后我发现这件衣服不太适合我，它这件衣服好看是好看，因为我的肩真的很宽，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如果是骨架比较小肩膀比较窄的人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一件，刚好能让你撑得起这件衣服，像我就有点过度撑得起这件衣服了，会显得非常臃肿，可能适合你们穿，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条裙子我是非常推荐的，我觉得不管材质啊设计啊然后面料都是非常好的，这件衣服也是相对于正式场合可以穿，搭一个比较华丽的耳饰，然后我搭配这个 choker 是因为可能我这个年龄穿件衣服会真的有点显老气，所以我搭配的这个 choker 会稍微年轻点。好啦，终于到了最后一套穿搭了，这件衬衫呢同样也是来自 Jin 他们家的，我莫名其妙挑了那么多衬衫，这段时间对衬衫真的是情有独钟，着了迷一样的一种喜欢，就觉得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穿搭，然后衬衫的就是穿搭的多变性也会很多，你可以同时搭配不一样的单品，尝试不一样的风格都是可以的。这件衬衫呢我不是单件穿，我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当那个外套来这样穿，下面呢我搭配的是骑行裤，我觉得这样穿也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感觉。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袖子，它也是这种蝙蝠袖，两边都是蝙蝠袖。这件白衬衫的材质是我最喜欢的，特别特别的软，亲肤度特别特别的高，所以我穿的特别的舒服。给你们看一下一个细节，这件衣服的连接都是靠扣子来连接的，从这个袖口一直到后面这边全都是，然后一直到另外一只手的袖口，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，我觉得不会那么的单调。搭配这种骑行裤，里面穿件白色背心，给人感觉非常休闲非常随意的一套穿搭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一套。然后这套穿搭呢包也可以搭配白色 Dior 的这个包，如果要稍微正式一点的话搭配这个圆饼包也是 OK 的，因为这件衣服的色调非常简单，就是黑白，就搭配这个会更加的精致一点，搭配那个会更加休闲一点。穿这件白衬衫的时候可以把头发这样放下来，也可以盘个比较低的头发，一定要稍微这种随一点松一点，对，这个样子让整个头发比较蓬松的感觉，可以留两个须须下来，这个头发配这件白衬衫就会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柔，很贤妻良母的感觉。我是配了一个大圈圈耳环，我会觉得比较休闲一点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穿搭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任何的建议啊或者有任何想要问我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然后我会把我今天出现的所有穿搭信息都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，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，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这支近期最爱穿搭视频，算是一个秋季穿搭吧。然后想看 vlog 的小伙伴们也不要急，下一支 vlog 马上就来了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们，记得加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